怎么可以看主播空大？主播从不空大的，咖喱水鬼有点犹豫了，因为我怕我空大，可能一下直接坐牢，小心灵，嘿嘿，小心咖喱。为了可以合家观赏，我直接全能，各位，我怕配不到，我直接全能。有，哎，有了，干不会不进吧，各位。敌方禁用英雄。有哎、欸，凯撒路哎、欸，我凯撒路很秀哦，除了佛罗伦之外，其他都可以。哎、欸，他妈要跟我换哎、欸，你们觉得嘞？不要啦，我觉得我就凯撒路就好了。好啦，夜叉啦，我要一枝独秀了，各位。好啦，夜叉啦，我直接龙骨反甲，各位。什么可以看主播空大？那主播从不空大的，拜托。真的，主播从不空大的，各位。靠不赢他哎、欸！啊，还敢比我高哎、欸！啊，爬啊，爬小，说什么空大？各位，我这一勾这么准，咖喱被拐啊！咖喱被拐 ，OK。各位真的好了，我这个基本上这个勾好不好，都是有水准的。跑哪里啦？啊，我就问你跑哪里？会怕哦，啊，会惊就好啦，哦，真厉害啊、哦、！OK， 哎呦，嗯，哎、欸，野凯联动没有看过野凯一次有动哎、欸，兄弟别啦，会惊哈、哦，空大。不是啦，阿伯的嘞，兄弟，阿伯的是要支援阿妹，小心灵，嘿嘿，小弟家己人，不行，哎呀，不是啦，野凯联动有一个是动啊，欸，可以哦，可以哦，碎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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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已经会去玩了，你们看，他跟前面已经不一样了，来了。我这个霸气他已经不敢出来了，你们知道吗？来啊！哎，哎呦，这人有点东西，各位，这人有点东西。我以为他是个傻子，结果他不是，不是啊，难得空大给你们看一下啊，平常对不对？都没办法空大给你们看。这人真的是在给我干，你看好了，真的好了，空大啊！哎，等一下哦，兄弟，兄弟 ，OK OK OK， 哦，在我面前可有空大，可以，哎呦，这波凶的，哎呦，来来来来，鬼子跑线，鬼子跑线，哎，手抖，哎，兄弟，没事没事没事。加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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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咖喱水鬼，再来啊，再来啊，就请给你，就请给你，三个人是怎样？三小就请给你，庆功你啊！哇，哎、欸，三个不行啊，三个真的不行。不是我刚那个大招有点犹豫了，各位，因为我怕我空大，各位，所以我那个一勾有点犹豫了。水瑶、哦，好、哎、哟。这波是野凯联动吗？是在，哎呦，有点东西哦，哎呦，哎，这什么意思？哎呀，早就单杀了各位，来来来来来来，鬼子开靠，不行不行不行，兄弟们，刚那个不是空大，是人已经死了，所以我没有办法，各位，空大是正常的，各位。我是用大绝怀念他，为什么要两双鞋？新北有钱买两双鞋不行吗？我还可以再买第三双鞋 ，CD 鞋，够凶吗？你扎一管啊！
你真的在一管 ？OK， 严爽没啦，他没被硬凑过哎、欸，这人。OK， 他怎么没有死？刚才我就是缺了个 CD 血，你知道吗 ？CD 不够，害我二技能开的有点少。刚才播多了15%CD 就情况不一样喽，各位缺了 CD 血，不是我这波就缺了 CD 血，是 CD 血在搞，我何来之搞？技能费，我代替夜叉感谢你。等一下哦，我要分带哦。你看我霸气进来就走了，小猫。OK， 来啊，无情 BD 啊 ，BD 战神。敢不敢再来一次？拍谁？拍谁？炎怒之爪，各位，炎怒之爪，你们看我这分带带的多么的好，各位。哦，没关系，就我就继续死。哎，惊吼！哦，哦哟！哎、欸，不是，我想表演一下，从这里过到这里，我发现不行。原来是下次注意一下，这个墙没有办法过。他没有办法用 bug， 各位。嗯。我靠！啊！贝林贝犹豫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波不用大绝也能秀，兄弟们，看到了吗？各位，看到了吗？这波不用大绝也能秀 ，OK 吧？我要先假装我有大 ，OK， 这波你们就不懂了，各位，这波你们真的就不懂了，王大嘴赶路而已啊，不要紧张，最刚的各位，哎呦，本来，哇，大嘴应该在这里要把它关起来了，拿来赶路了 ，OK， 他是想被我关啊，真的，我看一下哦，哎。哦，要绕跑，要绕跑，要绕跑！是叫你们当观众，不是叫你们当评审，哈哈。OK。有没有？我卡两个，不然队友怎么赢？各位，注意哦，你要小心哦，景哥。嗯，有没有嘎迪狼啊？没有，没有嘎迪狼。奇葩没有看，哎呦，看这是预判吗？不是啦，乱跑乱跑乱跑，阿龙波狼起身回，没关系，我一拖三，各位，你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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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兄弟们，来来来来，剪尾刀来剪尾刀，快哦，有没有一拖三？这你们不懂，我队友很聪明啊，知道一个勇者在面前卡三个人，马上果断开龙，队友是很聪明的，各位，来啊，你就再来啊，挑战我的。反应能力啊 ，OK， 没事，不用怕，不用怕，不用怕，有种，有种再来一次没 来啊，来啊，可累一下啊，直接坐牢，皮仔，直接关起来坐牢 ，OK， 看到了吗？24岁的反应能力。好啊，队友硬要送啊 ，OK 啊，所以啦，看这个井是不是没被扁过啊？哦呦，小偷，冲啊小，冲啊小，冲啊小，冲啊，哇，啊，有没有嘎迪狼？有没有嘎迪狼？哎。欸、可以，拖，有吗？有吗？是你妈哥，镜头都给你了。哎、欸，普攻啊？怎么怪怪的？好像来不及哎、欸。哎、欸，不行哥。OK， 所以就是要这样，没错。哎呦，哇靠，叫你派哦。有，我知道我输在哪了啦，我输在岩盾。各位，我要是有岩盾，我就可以极限贝特。OK 的啦，哇、哦，这么秀，2-5啊！哎呦，傻小，
谈判分就能赢啦、啊，各位。什么夜餐出装都有问题，我有我的凯撒路理解，我又不是输的那一个，对不对？我有我的想法，我们这个凯撒路是很有想法的，各位，有没有？各位，1800了。今日说18就是18，说到做到的男人叫做马斯，多一分也不行，少一分也不可以，各位，多一分就不是真男人了，你们知道吗？我刚刚好，各位，说到做到。